来看看顶级离谱，这是味道拉满的盘古开天辟家族。本来我以为奥特曼还原的已经是让人两眼一黑的秋季九转大肠了，但是直到我看到好粉丝评论的，这是什么牛马阿巴盘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奥特，今天就来试读一下逃离盘古究竟有多离谱。生活不易，还望大家多多点赞。好的，这个选关界面你们能想到哪款游戏，打在评论区好吧。进入关卡之后，这个阿巴盘古就会对咱们进行疯狂追捕。我来蹦蹦。第一关只需要坚持60秒就可以成功通关，第二关则需要找到3把钥匙，然后找到出口逃离。我李妈万万没想到，来到第三关之后，阿巴盘就会化身为究极狂暴模式。哎，对话还没结束，我人先没了。这时候呢，就需要来到盘古商店购买这个菜鸟道具，只要穿戴，死过一次就会彻底黑化，并且生命值和攻击力也会大幅增加。我相信各位还没有 get 到黑化后的自己有多恐怖。